来到 GoEast， 我们是一所来自上海的互联网语言学校。我是 Lynn， 你们的语言顾问，将帮助你开启在 GoEast 的汉语学习之旅。现在我在我们上海的其中一所学校，这里的所有教室也将用于线上教学。今天我将和你分享三点，为什么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学习汉语。一、学习材料。你和我们一起学习不需要这样的纸质书本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不在上海，将很难买到也很难随身携带这样的书。你只要拥有一台电脑或者手机也可以，当然屏幕更大，显示效果会更好。登录我们的学习系统，你可以看到学习材料，可以自己学习，也可以和我们的老师一起学习。二、你的老师。每个星期你可以在线学习一次或者两次，我们也提供密集课程，每个星期学习五次。你可以和其他三位同学一起进行小组学习，也可以和你的老师进行一对一学习。我们的课堂将在 Zoom 进行，在课堂中你的老师会帮助你进行专业的口语操练。我们的老师都能够说流利的英语，所以他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你会犯这样的错误，因为受到了英语语法的影响。我们将通过不同的场景和句子帮助你正确地使用学过的词汇和语法，而不是死记硬背，这样能够帮助你不断积累新的语言技能。 GoEast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所出色的学校，是因为我们优秀的老师让它与众不同。比如 Clytie， 你是最棒的老师。对于在线教学，我们的老师也同样优秀。我们每周都会开会讨论学生的反馈建议，并对课程做出相应的调整。每一位 GoEast 的老师都是真正的语言爱好者，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。但是在真正开始教学以前，我们还会进行两个月的强化培训。这也是为什么100名 GoEast 的学生中会有90多个极力推荐 GoEast。 三、学习之旅。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真正的和你聊天，而不仅仅是通过这个视频。快来通过下面这个链接找一个时间和我会面吧，我将快速地帮助你评估你现在的汉语水平，也希望能够了解你过去的汉语学习经历，你的目标和期待。在这以后，我们可以共同设计出一个汉语学习之旅。你想说得更流利，还是提高一个专门的语言技能？快来告诉我吧。我们知道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，我们将会为你量身定制，期待很快与你见面。